我还看见一个先知跑了。真就这么多人在楼上里面待着呗，三个人在大房玩，就先知一个人修电机。大房是老家的，全都不出来。你瞧瞧，你瞧，三个人在大房跑，我。看你们电击怎么办？球应该全拿了，这边就没球了。好惨啊，有丝放不出来。先砸气球，直接崩！我要清气球，估计这个人还能摸好。卖了。
木人。你这跑得动吗？这还有眼，我还真不信你跑得动。你又修不完，你顶着个眼修，爽不死你。这茶眼挺好打的，这个阵容。先知，不管他。前锋，也不想理。黑妹更难追，头都大了，拿一刀还是可以的。无所谓，跑木马其实我还可以省吃。然后你想转点不存在的，红木马要付出代价，玩的省思挺爽的。换人关，黑妹不好追了，这个人没球了，可以杀了。鬼屋那边，你们不修三连我无所谓啊，我在这边守着，等前锋死了我直接换个师长踩三连啊。你还想救呢？我靠，被偷了。
我以为他死了。黑妹摸的。又磨好了。带了衣者了。吃完了，好快啊！就把你卡在这儿，我看你往哪跑。我急了！我靠！我急了！哎呦，干嘛要急呀？我等先就死，我再去搞他，不就完事儿了？停了，先就往那地方跑了。哎，急性子真容易出事。能赢的局。我等先知飞，我直接换个闪现把他带走，没事了。希望这把别急，慢慢打。我感觉就像个医生。
安。 没鸟。这波救人我一定要拦住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，超满眼。 那我挂你，你二挂还在这皮。<笑>医生借我先吃修，医生打针，小木屋，丢个眼吧。 不救了，无所谓，不救你们也得输。然后他肯定往墓地跑，墓地往红毯跑，红毯往烧鸡跑，排地窖。嗯，地窖出来了，他应该知道。 让他蹭到刀了，不然能打了。
两台，这把节奏不好。上半点就一个，拦住这个前锋，因为这边节奏已经太差了。救起来，那也得双倒，不双倒的话，可能就往 P 级去了。哎，这都算鞭尸啊！我傻了，潘迪牛逼，只能这么说，潘迪牛逼。江一兰还好，也没那么糟。这把调音师真是给机会了。真敢点啊，这把技能换的不行啊。就差那么几秒。不着急，他到二楼。找到了。这还不认呢、啊？该一刀不一刀，还好没让他跑。这把真的是。
哦吼！哟，你还不签？真就意识这么好呗？哎，这还能打得到的？这把要没了，闪现都没用 ，VIP。卖了，我们平局打的。他闪现都没交。救一下我金像，了解一下。千里捡拾玉钉，你看，这就来了。千里捡拾，神仙呐！单排还是半月收复吧，打个瓜皮。单排搬约瑟夫，开黑再搬杰克，跟这种千里捡拾的狗，我打不过。